九宏为一身黑色打扮出席内衣活动，大晒事业线，但影相期间李氏连身裙突然下滑，令九姑娘疑似走光啊！其后九姑娘接受我哋嘅访问就话冇走光，佢系有黐乳贴嘅。话时话啦，点解你老公批准你出席咁性感嘅活动嘅？其实佢觉得好健康，因为今次其实系silk， 佢除咗系内衣之外，你都系可以出街咁样着嘅。咁出街有冇遮咁着噶？如果有機會的話，我可以跟啲 girlfriends 一起著咯，一起去 high tea 咁啊，可以著咁啊。老公有冇買過呢啲情趣內衣俾你做運動？或者冇喎，好似又冇喎。通常呢啲嘢係女仔同女仔之間會去一起去揀嘅，老公就冇咩留意呢啲衫反而。